然后我看到无懈可击的身影，对，这种不会突然就这样子谈了一场很棒的恋爱。在这过程当中呢，我学习到很多，也因为你的出现让我更懂得去爱，也因为你的出现在我生命当中让我学习如何去包容。对啊，圣经上说财力的妇人是丈夫生命的冠冕，那我现在要很肯定的对我说，我已经得到我生命的冠冕，而且就是我生命中的乐谷，是我那唯一的乐谷，是最贴近我心的那个乐谷，所以我会好好的疼爱你，照顾你一辈子。我爱你。好。我为你戴上这枚戒指，表明我对你的爱和生命的诺言永不改变。愿上帝的祝福永远与我们同在。Amen。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，也是一个立约的时刻。我们再次给我们的传心鼓励鼓励。没有任何人阻止你们分开，因为上帝总有与你们同在。阿门。